任达华早前在中山出席活动的时候遇袭，刺伤了腹部和右手手指，休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日前已经复工。另外，华哥精神奕奕地在香港出席电影慈善场，笑容满面的他右手依然戴着护臂带。我很感动的，咁啊，多谢晒大家对我关心啦，香港朋友啦，朋友咧，咁甚至我啲法国都影迷啦，咁我屋企当然我屋企两个女神啦，我个女同阿杰杰咧，咁原来诶又多咗个女神，呢、這个女神就Angelina Jolie， 咁啊特登都发咗个信息俾我，有问候。看到這件事都問候我，這裡特別感謝所有的朋友對我的關懷，我的家人的陪伴，我覺得最令我窩心的。這個八星級家就是個女兒一向都很喜歡做的，經常都頂甜品給我吃，有中式有西式，琪琪上海人嘛，煮嘢很濃，我喜歡當然加一片火腿下去的，但是她都瘦了很多了，她跟我女兒都瘦了很多。咁华哥而家伤势点啊？听讲只手仲要做物理治疗喎。其实伤势都慢慢开始复发嘅，咁但系都要一段时间嘅。咁我谂戴住呢个托，我谂除咗八个星期之外咧，八个星期之后咧，我做短啲。咁呢段时间就尽量休息啦，同埋尽量开始做翻啲物理治疗啦。我谂尽快啦，因为你知我就呢排就冇得做运动。受傷了之後，我就最喜歡做運動啊嘛，又冇得做運動，又冇得出汗。其實，哎呀，即係我又中意行嘅，咁啊希望好翻之後做翻 keep 好啲嘅狀態啦。快啲出嚟，三個月後拍戲啦。咁呢個幾月咧，有啲嘢都停曬㗎啦，因為都電影公司亦都好明白嘅。日前華哥仲為電影去到廣州宣傳，有冇再加強保安先？其實我成日都講啦。即係遇到任何困難，只要過咗，其實我哋都應該繼續向前行。咁我始終都係中意拍戲，咁我就中意世界各地都拍戲啦。咁同埋咧，亦都有啲商演咧，亦都會加強少少，呢個大家放心放心。